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行。你觉得在天平岛，你内心喜欢的女孩排前三是哪三个人？那我就说我有好感的吧，对吧？当然是好感的噻。嗯，有好感。嗯，就是你没有先后，没有先后。楠楠，你还有那个木耳。楠楠，你刚刚说没有先后，然后就改了一个顺序。就是你没有先后。楠楠，你男人呀，你也排个名吧。没有三位，只有你。没有三位，只有你。姐看的男人有点东西呢。小顾，被人喜欢，我觉得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，对吧？也不需要有压力。但是我觉得吧，我们在一起玩得这么好，是不是？我表达的这个好感意思不是说要跟你谈恋爱啥的，是我觉得对你认可。对，我也是这个，我也是这个想法。所以我不需要你给我发这张卡啊。干杯。干杯，干杯。哎，你要不再唱个歌吧？还唱歌呢？你唱一个。我说了所有的谎，你全都相信。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信。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信。你处理的剧情，我不想上演。因为我喜欢继续守卫。